介绍一下吧。好，这个好，谢谢，很好。这首歌以前是我的电话铃声，很荣幸哦。谁敢打电话？如果不是音乐，我跟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沟通了。我看我们明天也不要去高雄了。来了，好，我们好唱歌了。好啊，耶！虽然好像不公平，好像没有道理，都只能笑自己。是最自然的事情，就像是一部电影，我们必须相信，所有的镜头都有它的意义。虽然现在看不清，虽然不明白，虽然想放弃的念头还在，但所有的不愉快都有理由存在。虽然想遗忘，虽然被背叛的影子还在，但我决定就像是一部电影，我们必须相信，所有的镜头都有它的意义。虽然现在看不清，虽然不明白，虽然想放弃的念头还在，所有的不愉快都有理由存在。虽然想遗忘，虽然被背叛的影子还在，但我确定跟他们干脆坐在一起。为什么？